给我领来，今生今世我不忘怀。谢谢你给我领来，老弟，你歌唱的这么好，舞跳的怎么样？必须的呀，走，展示一段。你学习不完了，老爸，我跳舞的时候心中只有舞蹈。走。游戏开了。老爸，老妈让你起来。你妈谁啊？叫我起来我就起来。老妈，老爸说他不起来。起来了，老爹，几点了还睡？别给你脸蒙蒙。妈，把老弟也叫起来呗。你弟你就别管他了。你弟因为这老哥真倒了霉了，让他睡会怎么了？爸妈，是我让的，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小杨睡懒觉了。老弟，六幺八不是快来了吗？然后天气也越来越热了，我给你买了个礼物。真的？羽绒服。哦，对了，万妮来了。你这帮子真大呀，能玩儿对吧？可以啊。随便玩，我跟你说，在这里你想怎么玩怎么玩，你随便玩。这帮水真大呀，都能翻跟头了吧？那翻不了吧？华姐，你怎么老是怪我这身家？老王就是像我兄弟。起来，这点好玩。爸爸，让我玩。这桌子挺大，能打乒乓球了都。这是喝茶的桌子，能不能打乒乓球？你不闹吗你？能打吗？会不会？来，给你看看什么叫技术。媳妇回家，不玩了。
几点了还不睡啊？睡，正准备睡。爸，你咋这么晚才回来呀？就怕老妈骂你啊？怕什么怕？有什么好怕的啊？你看我像怕的人吗？老妈又被老妈撵出去了。走，老妈，到我那睡。走，到我那睡。来，老妈，你一个人睡。你妈真烦，可不，服了。妈，你都听见了吧？妈妈，喂。哎，哎，去哄哄老妈呗。嘿，嘿，你不哄是吧？妈，你看狗都在哄着，要不就算了吧，让爸和老弟回来吧，毕竟现在外面。妈妈，这个老妈说了，怕外面蚊子多，然后呢？心疼，走，回家，去，回家，让我把狗弄回家，你俩接着睡。爸，快起来嘞，你看都几点了？妈，家里没有水果啊，我想吃点水果。媳妇，你想吃水果不？想。老弟，你就问妈要点吃的，你觉得妈会给吗？那肯定会给嘛。是。老妈，有没有零食？我吃零食。妈不是吃饭了吗？零食吃多了不好。就是你吃不吃零食？我想吃一点点。你不也是一样吗？这你不懂了吧？老妈就是想让你多吃点，一会吃饭的时候让我们多吃点菜。哦，你这啥都不懂，你就问。啊，让爸和老弟把碗刷了呗。凭什么我刷？不是，我说刷完了咱们切月饼吃。不吃了。哎，多多多了。要不去哄哄你媳妇？哎呀，哄好了。哎，你这样，你现在哭一个，我拍给你媳妇看，就说你自责哭了。哪能哭出来？你就闹。哎呀，你想象一下呀，你说你媳妇生气了，你很想哭，很自责。哎，对，哎对。老爸，你怎么无精打采的呀？起来扭两段。大晚上扭什么扭？哦，老妈说明天她出去旅游，后面几天都不在家。哎，好了，老妈，你这样老妈吃的多伤心呢。哦，对了，弟，老妈说这次旅游要把你媳妇也带着，所以后面几天你媳妇也不在家。
Let's go! Won't you let? It's not force an arm! He has to settle in!老妈担心外面蚊子多，让我给你们准备个蚊帐。妈倒有点关心，这就要说在你最绝望的时候给你点希望，这就是爱，哎，就是关心。真别致，你这蚊帐底下还有朵花呢。